来看到享誉全球的三大男高音卡列拉斯将要再度登台举办个人音乐会。记者会上他并没有开口唱歌，据说是为了保护嗓子。而经典响宴其实还会同时兼具公益的意义，知名的寿险业者不止赞助活动，每卖出一张门票还要再捐100元给失能、失智症还有失依的长辈。